如此大型训练，我担心两人必有一亡啊！帝国与莽超这一场激战，必当名垂青史。主公，喜欢马超，如此猛将谁人不爱？包括他的西凉骑兵，也是含有其敌啊。那好，待我略施小计，让马超来献想。将军，诸葛亮拜宴。阁下为何来此？特来做说客。我战舰心魔，正少一头鹿待着。阁下请示言之，如果言语不通，便请示见。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，与陇西又有切齿之恨，眼下困坐于此，观剑而长叹息。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，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，四海不容一身无主。你说的不错，我马超一世英雄，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。国主刘皇叔礼贤下士，爱才如命，并有誓言传及四海，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。国主此生大业就是要剿灭曹贼，忠心汉室。令尊当年曾与国主共同在汉地的玉带诏上歃血盟誓，相约共讨曹贼。将军何不弃暗投明，归于刘皇叔？死者上可成父志，报父仇，下可除奸逆，立功勋。马腾将军在天之灵，必为你欣然长啸。马超愿意归顺刘皇叔。快快请。